蔡希林官宣主演阵容引热议，肖战转型挑战自我开启新篇章，肖战出演华策娱乐最新电视剧《藏海戏林》备受瞩目，备受期待。在这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中，观众对肖战的表现充满期待，这一决定不仅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还成为了媒体和文化讨论的热门话题。据悉，该剧的主演名单已经确定，计划于今年12月启动，演员们的神秘形象也逐渐曝光。肖战的加盟无疑是该剧最大的亮点。作为娱乐圈备受瞩目的男艺人，肖战不仅在年轻观众中具有影响力，也吸引了许多成年观众的关注。选择肖战出演《藏海戏林》是对市场需求的深入研究和新思路的探索。华夏传媒的这一决定着实令人期待，制作团队正在积极筹备影片外景地的拍摄工作，进度逐渐接近12月正式开机。肖战在之前的作品中采用过同样的宣传策略，而他的偶像粉丝也表现得更加冷静和理性，只关心官方渠道发布的有关团队和肖战的最新消息，这种行为值得称赞。备受期待的《藏海戏林》将会给观众带来一部精彩、品质优良的艺术作品，让我们一起期待12月，见证肖战在《藏海戏林》中的精彩表现吧。